我是贼，今天来战神号打一下局。开局有个小兄弟跟贼同时落地，我捡到了一口锅，这口锅前期就可以把你拍掉。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早点送他开下一把。等到队友落地，看他被捕死了也没来救的欲望，喝一瓶饮料壮壮胆。这位感觉越打人越多，楼下有一个脚步声，估计他已经等贼很久了。来下单挑啊！他没有甲，直接一枪腰射就带走了。但他队友也随之赶过来，来的这个好像比他走位更要灵活，贼打了几枪就是打不中啊，先把他补了，欺负一个倒地的。又过来一个，他虽然没有枪，但是走位更加灵活。我也太难了吧，先拉开距离，同时感觉有个人在救过来，先补了，再跳开。这个人赤手空拳就是打不到他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平底锅来呀。刚刚那个嚣张劲儿呢，我掏出狙来他又锤我，这个人也太赖皮了，差点被他拳死。跳过来卡个视角吧，他过来我就直接拍他，只是他居然想丢烟雾弹，那肯定不行呀，开了两锅应该还差一锅。还回头看，落地直接1v5，但随后就没看到几个人了，直接来打绝代圈吧。最后绝代圈是一波1v3，这远处就是狙不到，这怎么办呀？面前又藏着一个，你躲了是真的久啊，一下瞬间没打到，先用手枪快速结束战斗。远处有两个暗狙，等一等，拉一下栓，瞬间没打到，手感不是很好，再来一枪，不知道有没有甩到，一枪爆头，旁边还有一个他的队友，再来8倍甩枪结束比赛。